路透社引述三名消息人士说，川普政府今年早前曾经考虑把华为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 SDN， 这一计划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重启。一旦实施，华为将被禁止接入美国的金融系统，无法完成任何美元交易，其在美国持有的资产也将被冻结。该计划被美国官员视为制裁华为的核选项，已交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并举行了跨部门讨论，但最终将取决于华为事件未来的发展。华为大规模的投资在海外，大量的销售呢，收入来源也在海外，最关键的技术组件来源呢，都在海外。如果华为真正被列入的话，它不能用美元去销售来赚美元，也不能够支付美元去购买，那对它来说这绝对是灭顶之灾，起码就是国际市场对它就封闭了。除了金融核选项，路透社11月29号还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政府还考虑出台新规，进一步收紧对华为供应商的限制。虽然美国已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要求所有美国原产产品以及使用美国技术超过25%的外国产品，在与华为合作之前，都需要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不过，华为的部分供应链至今没有受到影响。例如台湾台积电表示，其产品美国技术含量不足25%，因而继续向华为提供关键的芯片。路透社引述消息说，美国商务部等机构正在考虑修改最低含量计算准则。专家指出，全球 5G 建设已进入关键阶段，而美国不少盟国因为经济考量漠视华为的风险，促使美国多管齐下遏制华为。This will provid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apability to disrup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ntercept sensitive transmissions, and acquire sensitive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well as the information of private citizens. 换句话说，实际上是用中共来控制全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命脉。这个绝对，这个自由社会人不可能接受。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出来，他好像其实是要把这个华为置于死地，出于他的国家战略、国家安全考量，他可能必须这样做。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